影片开始之前，要先订阅，还有按赞，按小铃铛，按小铃铛，按小铃铛，还有不要忘记按小铃铛。来的啦！哇吼，可以可以，会弹到自己啊！等我帮你拍一个 boomerang 有没有？啊？再帮你拍一个 boomerang。好，现在踩，现在踩。然后我给你放一个慢动作。哦哟。哦，它下面很美耶。哦，它要很高是吗？它一踩要飞很高。弹起来了，我抓到它比较漂亮，因为我抓到它，它会磨我的手。哎，小心车，小心车。可是这个，我觉得这个是有，这个你会有那种会怕。对，我会。你会怕它，所以你就没有那么高。有可以哦。然后后面的那个图案是你选的啊？I think 你选的时候也是有 limit 啊，因为它要长，它要那个吗？嗯，也是磨到啊，一定会的啦。它磨到的原因，哎，最帅的就是有一些疤痕的那种长板，有没有？要不然这样一直冲啊，一直滑，一直滑，一直滑，然后冲。哦，它可以转弯。啊，可以转弯，可是我比较会转这边，因为是斜去前面。啊，如果往那边就很难。哇哇哇哇哇，可以可以，这个我们应该要有没有介绍给 Alfred。 可以可以，会重啊！来我拿看，哇，很重一下，哇，它是有那个的，它是有分量的。它是木的，它这个是木的。它是有分量的。反正它这边是铁吗？嗯。它里面是有个 spring 嘛？它能这样子。啊，它有稍微可以。啊，可以。你放松一点，它更会转，应该是这样子。哼。我怕我转。哦，小心哦。差一点，差一点。不得打呀！哎呦，玩这个真的好年轻哦，感觉。可以啊，可以。教你们啊，让你们研究到了，其实一天就学得到这样多了。移动应该没有问题，就是要移动啊。然后你看要上那个有没有？上课不？可是你在这边你就学到了，你每天放工学一个小时。他就这样，他应该是怕后面，然后给他飞起来哦。啊，人就跟着一起飞起来。啊，你不要讲这么多，你去买一个小礼。